西游记拍摄花絮真是常看常新，师徒四人骑摩托取经。擦鼻涕是掐人中可还行？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！行行，师傅，师傅有这样掐人的？原来你是这样的，唐僧。师傅一下来就马就搁那，别说呢，这是神马，他跑不了的，不是凡马。可是现在拍戏的时候他能跑。你别捣乱了，你别捣乱了。被绑走的唐僧原来待遇这么好。你们这两个坏蛋，给唐僧松绑，来给些饭吃。沙僧担子里跳的是快乐水。不见过骑马的唐僧还是第一次见开车的。怪不得唐僧换了三个演员，原来是二手烟吸多了。一阵光行吧。开始。张丰毅也算是客串了一部剧。喂，谁呀？哦，张丰毅，你好，你好。嗨，我现在在那个，现在在永定河畔吧，还有几个镜头没拍完。还有说着各式方言的群演，这么厉害。我做了个徒弟，在508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路过这里，向老人家坏肚斋饭。哦，你是东土大盗啊？你是和尚？强强说：“来来来，进。”他们都是我的弟弟。上了这么爬梯的啊！玉皇大帝更是被印在了冥币上，很多地儿都有您的形象。都什么地儿？就清明节的时候。哎，玉皇大帝演完了以后，就拿我那样吧，都给换了。你这后来一直找不到谁弄的这冥币，想跟他们打官司。扮演如来佛的演员在泰国买佛像时，我一看数佛柱10块钱一个。我也来买一个吧，结果拿到手里一看，还是我。春节晚会邀请了全剧组，只有一个人没去。春节晚会的时候，《西游记》剧组都来了，我说我去不合适了。大过年的，你这个阎王爷跟人见面了，不过多煞气呀。菩萨老师去寺庙参拜时，观音声音毛观音，我找了一空地方，刚刚也把那个篮子那个放了两三个老太婆，哎，观音在这儿，我吓得赶紧跑。吃瓜都吃到了自己身上，里面摆着好大的那个观音的照，底下还供了香。我说，哎，这是我啦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说，哎呀，你别供香，我说你供的像我那这就不好了。我说，他说那要供，你就是观音菩萨，我就赶紧走了。